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当地时间10月23日，中国第19批赴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赴贝鲁特援助分遣队41名官兵圆满完成贝鲁特爆炸后重建援助任务，于当天下午4点顺利返回黎巴嫩南部省新尼亚村维和营地。据悉，本次援助任务从9月30日全面展开，于10月21日完成全部援助任务，比原定计划提前2天。本次援助行动，我们在市区内主要完成了外交部大楼清理和保护、街道建筑垃圾清理、遗迹文物搜寻、民宅修缮保护等工作。港口主要完成了抢救库房物资、拆除破损库房、回收可用钢材、清除建筑垃圾等工作。在本次援助任务中，中国赴里维和官兵仅在贝鲁特港一个任务点就清理了废墟约6万平方米，拆卸切割了大型钢架500余根，转运钢材约250车，清除建筑垃圾750多车。中国维和官兵的工作表现不仅得到各国军人的认可，还赢得了黎巴嫩当地民众的称赞。看到挂着五星红旗肩章的中国维和官兵，许多当地市民都会竖着大拇指说中国真棒，有的还会直接用汉语对中国维和官兵说你好中国。每天早上5点多，天还没亮，我们就随队出发，在高温下全身防护工作约10个小时。这个过程虽然很辛苦也很累，但是每次听到当地人对我们的称赞与表扬，并且看着贝鲁特港口在我们的帮助下一天天的复苏，我感到十分的骄傲。据悉，执行任务的41名官兵返营后直接进入隔离点进行为期14天的医学隔离，而后继续执行其他维和任务。